看看新闻网。 神舟9号航天员刘旺成功驾驶飞船与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对接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手控交会对接，开创了中国人太空开飞船的历史。重回天宫后，3位航天员再次开展空间科学实验，这也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介绍。 按照计划安排，航天员还会在天宫1号再生活3到4天，然后进行飞船与天宫1号手控分离。在分离后1天内，航天员将返回地面。此外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目前总经费大约为390亿元人民币。